周深。期待今晚周深能为我们带来演出的好。对啊，今天没买多少东西。以下的一个介绍肯定真的要额外的是说，今天我们那场的演出。2023微博之夜于10月13日晚举行，下午14点开始直播，应该先有红毯采访，然后颁奖和表演。目前节目单已公布，其中国际钢琴大师郎朗和国民歌手周深将再次同台合作表演《繁星璀璨的天空》和《茉莉花》，这两首歌曲都很经典，期待他们的演出。周深和郎朗再次合作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第4次合作了。第一次是幽灵公主，来自《青春环游记2》。第二次是《星际列车》，来自《明日之子4》。第三次是大鱼加卡斯布罗集市，来自如金色大厅即视感的快手1001夜晚会。加上这次微博之夜合作《繁星璀璨的天空》和《茉莉花》，今晚就可以再次看到顶级音乐人合作的舞台了，狠狠地期待住了。节目单上显示是在第二个节目，大家别错过了。无论在任何时候，爱你的人永远比你想象的多，一直在用力爱着你。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？我逆着光。不惜嘉年华第7期正在芒果 TV 网播，晚上22点会在湖南卫视播出。随着第7期的播出，生生不息嘉年华已进入了下半季。上半季前6期留下了不少精彩舞台，不少歌曲也在各大音频平台有着不俗的表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戚美娣之后，周深陈楚生二次搭档带来逆光，周深的和声太绝了。我以为我能后退，反复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，背对着你如此轻黑，忍住疲惫，睁开眼拉开窗，才发现你就是光芒。那是信念感经由周深与陈楚生的演绎愈发上扬强烈，中版轻快的节奏配合上二人穿透又有力的声线，如一束光点亮全场，
而开头与结尾处突如其来响应的全场合唱，恰如歌曲所要传达的力量与希望，直抵人心。逆光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，曾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，是许多人单曲循环歌单上的常驻一员。此外，周深工作室发了周深第6期睫毛弯弯舞台的练舞花絮 vlog， 周深非常认真努力地学习跳舞的。周深上次看到王心凌说，这个舞台准备练习就三天的时间，最后呈现出来的舞台是非常完美的。周深的 AI 实锤了，动作太像了，你怎么评论？到底什么时候量产啊？彩蛋中看到谭维维送周深的一个四川特产熊猫花花毛绒公仔，上面有深字还有大鱼，周深说太用心了。从谭维维口中得知，周深在录制生生不息节目也是经常给他们送吃的还有咖啡。谭维维要是不说我们都不会知道，周深真的是贴心的暖男。之前看到好几次去 B 站录制节目也会给工作人员点咖啡，周深的周是周到的周，无论什么合作礼数都周全，和周深一起工作好幸福呀。唱大声一点哦。好敷衍啊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这样比较适合唱好汉歌。大河天上的星星，嘿嘿，看北斗啊。谁想出了这个点子呀？就平时尴尬你就觉得这样，但在这个尴尬你看哪儿都是人。第一次就这么多观众围着唱歌，我觉得那我们这次在小小的花园里面花呀花呀花，做小小的种子还有花，就很像在教幼儿园的小朋友吧。你看，你觉得南哥是你心中最什么的人？最帅的人。你觉得斌哥是你心中最什么的人？酷的人。那你觉得生哥是你心中最什么的人？最牛的人。那古巨基老师在你心中是最什么的人？最 man 的人。哇！汪苏泷是你心中最什么的人？最 nice 的人。啊！那我在你心中是最什么的人？最坏的人。啊！